你总是如此的冷漠，你的心实在难以捉摸，到底你有哪一点在吸引我，我也想不出正确的理由。你曾说过希望两个人生活，为什么还是不愿接受我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什么，还是我没有好好地掌握，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，才能拥有明天的你，我该用什么样的心安慰你，才能让你不再逃避。为什么你总是如此的冷漠，你的心实在难以捉摸，到底你有哪一点在吸引我，我也想不出正确的理由。你曾说过希望两个人生活，为什么还是不愿接受我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什么，还是我没有好好地掌握，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，才能拥有明天的你，我该用什么样的心安慰你，在逃避，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，才能拥有明天的你，我该用什么样的心